即众生阴阳从执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临下土，大雅上帝临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终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日如来毗卢遮那无声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番已遍一切处。贪经一问品，若悟无声顿法，见西方只在刹挪。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十六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事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不以为喻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应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及西辽西，独立而不改，周行而在，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五点回叫阿拉真主，吴可兰经卷一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十一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三。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一一二一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一一二二他不生也不被生，一一二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一一二四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邪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一四九一三一四耶和华 Yah 耶和华 Yah / Yahweh /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礼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
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由一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marati 这着火于家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要看到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枝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胡独玄聘主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两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指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为迦摄尊者破言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副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坐另坐，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逆复于汝，汝当护持。吾登会员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住僧伽梨比丘三一之一，华译为众聚十一，又称为大一，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
正法密传慧能及慧祖义。三不入室，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祖之物本性。为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